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今日四月廿三号嘅《啤李晚报》，咁啊 AI 啤李问我会唔会揾阿刘晶文上嚟做下节目，要睇揾唔揾到佢先。我首先要第一时间，即系好耐冇见刘晶文。嗯 ，OK。即係銷聲匿跡咁樣喎，等我即係前排見到佢啊，喺邊度啊？食嘢嗰時撞到佢，即係撞到佢，點啊？精神都 OK 嘅，好啦 ，OK， 係啊，玩氣功啊嘛，劉青雲 ，OK， 好啦，我揾下佢先。好，咁啊講嗱嗱聲講新聞啦，今晚咧我又要睇波啦。嗱，今朝我好早啊，一晨咁早咧就車個老婆去大埔咧針灸啊，咁啊似乎遇咗一個即係勁嘢勁神針，係啊神針啊。因為就即刻咧，我老婆有啲舊患啦，佢就話 release 咗，即係鬆咗好多啦。咁啊，即係睇一段日子啦，即係今日第一日第一次啫。咁係啊，見過保羅介紹嘅。OK， 好啦，講下新聞先。因為今晚咧又要今朝啊咁早起身啦，今晚又要捱夜啦，就睇呢、這個阿仙奴對車仔。咁啊，阿仙奴主場對車仔咧，咁有鑑於車仔咧，即係今年嘅作客成績咁嘅水平咧，咁我都有信心嘅。OK， 咁係驚個體力應付唔到，咁但係你單線作戰就冇藉口噶啦。而家啊，咁啊，似乎咧即係四大聯賽啦，咁啊德國就啊利華古信啦，咁國際米蘭啊前日就搞掂咗 A 米啦，係嘛？咁啊，似乎皇馬嗰邊就乜得黐牙噶啦，即係如果你咁都甩到，就真係世紀奇蹟啊！我都好想睇啊，大佬，係嘛？咁啊英超就真係難講，牌面就似乎係。啊！即係曼城咧，始終攣住咗兩分啊嘛。咁啊，曼城亦都咧喺過去做過曬俾佢哋睇啦嘛。即係嗰個尾段啊，衝刺全勝啊。莫講話而家你得分四五場、五六場啦、啊，喂十幾廿場全勝，佢都係咁啦，同利物浦掹到係嘛？咁、但係真係難講嘅。你啲即係你即係仲有始終大家仲有六場波，即係啊，其實稍有閃失咧就出事㗎啦。喂，嗰日你唔得啦，和都唔得啊，係啊，唔係你個老實講。譬如，阿仙奴今晚贏咗，其實你喺到呢個階段咧，輪到利物浦，因為阿仙奴打先啊嘛，利物浦同埋曼城咧，多少會有心理壓力嘅，所以就變咗咧，佢哋喺個爭冠嗰、那個啲球員嗰個信念係好緊要嘅。去到呢個時候，即係體力啊，大家都去到季尾，喂，都可能已經係爭扎扎地啦，係嘛？咁啊，嗰個信念啦，又加上啲運氣啦，咁如果你話和咗，係咪真係又唔得啊？唔係喎，可能下場。即係譬如阿仙奴又會和啊輸咗俾你唔知嘅熱刺咁樣，係嘛？即係所以咧，即係英超咧，今屆係真係好睇嘅。咁啊，至於你話啊降班啊，石飛聯就真係冇乜得走雞㗎啦，同搬嚟降曬幾隻啦，係嘛？咁啊睇勞頓啦，會唔會擺到上森林咧？勞頓同森林兩隊睇擺唔擺得翻上去咯。咁你搬嚟咁又係都窄窄地啦，係嘛？好嗱，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就講下新聞先。林定國接受訪問啊，南華早報明言，而家最迫切嘅工作咧係對付軟對抗，最迫切噶啦。但係亦都明言啊，唔會用法律手段對付軟對抗。咁點樣對付得付咧？話我睇下睇下。哦，原來係以軟制軟。但通常我哋咧。我哋中意硬啊嘛，軟真係爭係爭啲嘅，係咪？即係正如啊，即係講開話講啦，即係啲咁嚴肅話題，我又唔應該賴到嗰度咁樣嘅。咁啊，長、粗同埋硬三者，老實講，如果你能夠兼得嘅咧，即係我講個馬佬啊，或者個女人咧，咁啊當然固然係最好啦。十全十美。係啊，但係如果你喺長、粗同埋硬之中咧，只能夠揀兩種。咁硬一定係在其一嘅啦，老實講。如果淨係揀一種，一定硬。嗱，唔係揀兩種啦，硬一定係在其一啦。似乎咧，第二咧，嗱，女人可能會粗啊，中意，但男人可能會揀長嘅喎，即係長而硬啊。OK。如果你話揀得一種咧，一定係硬，唔使講啦。嗱，就算你三隻手指粗，但係淋佢淋白白嘅，唔使啦，一隻手指硬啦。啊，唔使啊，唔使講啊。硬就係、是、即係真係絕對的噶啦，就硬就話明硬道理啦，硬就係硬道理。如果唔係嘅，你又冇聽過人講軟道理啊？嚇，長道理、闊道理啊？喂，硬道理咁就要硬啦、
你問男嘅女嘅都係嘅。嗱，譬如我哋啲網友有啲上嚟買我哋嘅啊馬卡泡泡飲，有啲上嚟買呢個撥撥，有啲人上嚟買黃精片，有啲人上嚟買呢個擁蟲帶。喂，無非佢哋要解決嘅問題，大部分咧嗱有兩個問題嘅，一個就 Joseph， 一個就是硬度。OK， 硬真係好緊要嘅，硬漢子。但係佢喺政治上又唔能夠嚇嚇硬嚟嘅喎，我都覺得。OK， 政治上嚇嚇硬嚟屌死人㗎。係啦，嚇硬嚟即係，如果你話唔係我講政治上啫，但係你話如果你話真係搞嘢嚇嚇硬嚟啊，都未必㗎。有啲女仔咧中意啲，但你話嚇嚇硬嚟喎，即係咁又好似過分啲喎。你起碼即係粗中有細㗎嘛，有陣時都要。即係譬如我哋話口訣都有話啦，即係咩咩。九錢一心啦，咁你九下錢你先嚇嚟料嘅啫，你嚇嚇即係你體力都難負荷啦自己，係嘛 ？OK， 咁啊過去香港咧，即係啲氣氛搞到咁樣，其實就係我都真係覺得政府有啲嘢硬嚟嘅嚇。咁而家唔緊要啦，林定國司長話：放心，我哋係以遠對遠，嗱，因為人哋遠對抗啊嘛。咁你點樣對抗個遠對抗啊？哦，原來就話要用軟實力。哦，軟實力咩叫軟實力呢？嗱，佢話要向西方學習，西方取經，因為西方咧，我唔知講邊個啦，係咪講美國？幾十年嚟十分善用軟實力，嗱，始終都兜兜轉轉係話佢哋屌你洗鳩你哋腦啊嚇。OK， 喂，其實咧都真係咪話嘅喎，多多少少我哋真係因為中西文化交匯咧。真係俾佢洗咁啲腦喎，不過而家咧，近呢七八年咧，即係如果我哋眼睛目明咧，就梗係會識破佢哋有一啲嘢。喂，屌你唔撚好用洗鳩我腦喎，你唔好咁撚柒啦，我哋有獨立思考㗎。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我而家真係等呢個世界好悲哀。世界我唔知啊，如果後生嗰班可能有六七成啊，我唔係講北美洲喎，可能亞洲都係喎，都係嗰啲 TikTok 咯，唔係 TikTok 都係嗰啲咩啊？大和平與愛啊，嗱你又好難話佢錯喎，和平與愛係嘛？但有啲嘢我真係覺得好簡單㗎嘛，最憎就係嗰啲咩你話即係我哋叫統稱左膠 你話咩依家嘅環保 L 又好，嗰啲道德緊又好，好多時嗰啲標準係對自己啊，你唔撚係你強求全世界跟你一撚樣，譬如啊，好似我哋譬如做啤利晚報，你講下少少鹹濕嘢又唔撚得，講下粗口又話唔撚得，嗱你平時你個人可以唔講鹹濕嘢，可以唔講粗口，可能你個內心係好污糟嘅，但係表面上唔係。你就你對自己要求就算，唔係對要全世界跟你一撚樣最黑人憎呢啲霸道撚，唔係都唔緊要喎。你其實我覺得你真係嗱，我哋梗係希望你繼續聽啦。你唔聽咯，好簡單啫嘛。嗱呢一個咧，其實左膠有個特色嘅，唔係其實唔係一定係左膠嘅，右膠都係嘅，就係咧一定要你行佢嗰套，少少唔得都唔得好。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你方浩文屌你咪上 TVB， 唔撚得。屌你！喂，林義文，你唔撚得？喂，點解你唔上 view？ 喂，咁即係你問佢咁 view 好旺㗎？唔撚你都要即屌！嗱，佢唔需要個一套嘢出嚟㗎。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啦。你睇翻即係較早時候啦，《哈利波特》嘅作者阿咩羅林啊，即係佢又未至於話割席嘅，同佢嗰班小友啊，呢一班去世由細到大飾演佢入邊嘅主角成名嘅人啊，喂，都不禁真係忍頂佢哋唔信啦。嗱，你哋嗰、那個。極左嘅思維都唔緊要，搞到嗰啲咩 gender 嘅嘢都唔緊要。喂，你唔好逼人，你都係嗰隻喎。人哋稍為唔同你咧，你就將人哋打為咩法西斯啊、魔鬼啊。以前明光社咪就係咁咯。咪所以明光社咪黑人憎，明光社黑人憎咁解啫嘛，係嘛？好啦，嗱佢咧就話咧要學習西方嘅軟實力。嗱，佢其實都即係過去幾十年，其實佢都有啲串噶。即係話西方咁樣洗我哋腦，咁我哋耳聽目明嘅，梗係唔會咁容易洗腦啦。呢件世界上嘅事，你越嚟越簡單嘅，即係即係唔好咁分啊！你譬如我哋偉大祖國，或者甚至乎我哋傳統文化，有啲好嘅嘢，你咪去思考，你咪留咯，你認為好嘅嘢係嘛？好啦，佢話咧，政府個官員過去雖然曾經多番講過要打擊軟對抗嚇、但係咧絕對不是諗住壓制市民表達自由，因為政府亦都要有聽政市民意見的道理。咁佢講過話，政府官員過去多次打擊，話要打擊軟對抗，不講講嚟講去咪阿超哥同埋鄧炳強咯，最多啦佢講得。好啦，咁老實講，
嗱，佢亦都講得好清楚，關於呢個軟對抗，佢話事實上，就算我哋想立法，亦都立唔到法，因為話明係軟對抗啊嘛，佢都冇犯法，咁你點樣呢？封網咯，嚇、啊！咁你可以點樣呢？嗱，佢講過嘅，嗱，譬如乜嘢軟對抗呢？啊，例如嗰啲蠱惑人心嘅嘢，譬如話咩啊，香港已經係咩咩咩金融。啊為廢廢啊為止，金融中心為止，封鎖唔輸喎，封鎖唔輸港先。係啊，佢話咁呢啲係軟對抗，咁你事實上製造麻煩嘅。呢啲叫軟對抗，啲真狠平順都叫軟對抗。佢認為講真話都叫軟對抗。佢認為咁樣，其實老實講喺佢哋眼中嘅軟對抗係乜嘢咧？聽鄧炳強啊，佢哋咩？總言之，唔啱聽咪軟對抗。咁咪謝偉俊都黑暴咯。係咯，唔啱聽就係噶啦。嗱，而家咧老實講，雖然。實情咧，非不為也，其實不能也。咁你都唔知點樣立呢條法。當然你問我最重要嘅，我認為呢啲唔係佢哋，以佢哋呢一班官員，我就話你哋啊，我話你哋啊，特區政府，如果有指令要你做，你哋咁粗嚟，你哋要做咁粗啲啊。而家可能，有啲細節唔對喎，唔好搞嘢啦，發展經濟啦，於是乎咪收翻咯。中美吹和風啊，和就好難和啦。你和風係咪抬高咗有一邊啊？係咪有一邊？我又唔好話貴啦，即係大家傾偈啦。嗱，即係見到咁嘅環境，你仲喺香港節外生枝？嗯，因為咧，人哋下下拎出嚟咧，都有香港粉嘅，拎出嚟講嘅嘢。你以為大家好似淡忘，下下都仲有佢粉，咁你係咪唔好節外生枝咧？而且香港亦都實際上，你問我係需要即係休養生息啊，都唔好講乜嘢啦。OK， 咁啊，亦都講埋咧喺今個唔係今年度，唔係今個立法年度，應該係今屆政府咧都唔會立法去規管呢個假新聞嘅咁講。咁啊，今日即係當然啦，記者梗係會問阿超哥喂，超哥你成日話對付軟對抗假新聞，律政司司長話實牙實齒喎，話今年唔撚搞喎，呢個政年度又話咩喎？咁啊，超哥咧都好嘢嘅，超哥話我哋一直政府特區政府都有留意呢個情況。不過，我哋發現咗咧，新聞界咧同埋啲媒體咧，都有進步。咁我哋覺得咧喺呢個時候咧，真係好欣慰，都唔需要係即時做工作住。不過我哋咧就仍然會密切留意嘅，亦都希望啲媒體能夠自律。我老實講，你如果你真係以人民即係以市民嘅福祉咧，假新聞。是黑個人生的老實講啊，假新聞都有佢存在價值嘅喎，其實如果要立法啊，文匯大公報點算啊？唔係嗱，此其一啦，其二咁佢哋可以選擇性嘅。你最重要嘅就係、是、老實講，資訊流通咧，佢慢慢佢始終都會咧。如果係資訊真係夠流通嘅話咧，假的真不了嘅，真的亦都假不了。慢慢咧。即係你有陣時要諗下個代價，你話假嘅係咪有傷害對社會？一定有嘅，多多少少嘅，即係資源上面都傷害咗啦。有時你都唔知邊啲堅流，即係等於呢排出好多啲即係刀削面啲 post 係咪？係啊，係佢。係啊，你話我真係諗唔順啊！點會出到何君彥？喂，出喂，老實講咁多律師，你唔肯揾？係咯，係咪啊？揾到執業，仲有，我喺度諗，點解何君彥真係有間律師樓仲温緊㗎？我都有懷疑。我都可以懷疑，而且嗰封律師信就太過九唔搭八啦。就算水平，係幫你寫信俾律師啫嘛。係水平更低啊！係啊，都未至於係咁樣啦，係嘛？嗰啲時又話老豆死咗喺。係啊，即係所以嗱唔係，但係咁講，我都仍然咧，即係譬如好多人話我啊咁樣話證啊，亦都有啦。但係老實講，你都係寧願佢，雖然係好撚興。都是百花齊放的，你一要設立有 sensor 咧，咁你邊個做 sensor 咧？究竟？嗯，喂，就係講你哋報道嗰啲新聞啊，國際新聞錯撚曬啊，個個都要拉。係啊，咁你喂有陣時啲質引證唔到喎。有時你政府提出嚟嘅嗰啲啲官鳩噏嘅，佢冇數據啊，係咪要拉啲官啊？啊，喂，你再唔好講啦。咁當年亞洲喂江澤民嗰鋪嘢，咁結果佢新聞部咪自己孭鍋咯，嚇啲人咪嘲笑到而家咯，係嘛？咁但係你如果嗰個係真嘅咧？啊！一新聞就係咁樣噶啦，有陣時有啲嘢
佢就係咪要需要到立法？於是乎個個都襟入寒蟬啦。最弊就係驚用假新聞法就打擊嗰啲人爆料。冇撚錯啦，其實最驚就係呢樣嘢啊嘛。嗱，今年而家佢話會唔做嘅，咁啊，似乎咧去到呢一刻咧，咁講喎，咁我哋一啲最惡劣嘅事情啦，嗱，而家四月啦，踏入邊個農曆三月啦，都未係啊，即係。阿林氏嘅師傅話去到幾多號啊？定係唔係啊？定係我想講，佢話而家。是我們的即最即未來二十年的 最好的這個小陽春嘛就是現在嘛是、啊、喂突然間我見到個 Pink Lady 來的迷人 Pink Lady 是啊真的迷人、哦、喂講我整個下午都不上來一來一開我節目就上來上來做什麼不是他有我叫他拿一些貨來而已我買了一些東西哇你看看我們剛才說的上面上全身粉紅、啊、哇全身桃紅啊其實那些叫桃紅啊 OK 好了哪裡紅啊桃紅色嗰套嘢係啦，佢冇幾紅啦，應該就嗱咁啊！你繼續報道新聞啦。港府去年下半年33次要求 Google 刪除內容，7月至12月期間 ，Google 都應承咗佢3次，我就長話短説嗱。咁啊，其實咧，你可以睇到 Google 係點樣去剔佢嘅要求嘅嚇。邊三次咧？嗱，原來咧 ，Google 肯。因應特區政府的要求移除那三次呢第一個就是、哦、Google 說香港警方跟 Google 說喂有一個網站裡面在雲端硬碟裡面有一個、有一個網、啊、是有了、警官的個人資料的那警方聲稱內容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Google 考慮之後咧，認為嗰個網址違反咗 Google 雲端硬碟濫用行為計劃嘅政策，於是乎 remove 佢。另外，亦都有啲平台咧喺 YouTube 嘅，同埋喺 Google 嘅都有，就係、是、咧哦，直情係用李家超特首嘅身份，我企圖為某個投資平台招攬使用者，即係啲投資平台咧假嘅咧，屌擺啊李家超啊，係啦，嗰類啦嚇嚟吸引人哋。咁 Google 認為有三個網址都違反 Google 協作平台政策，就將內容移除。咁就曾俊華都 OK 啲，但我又唔明喎，你去動人，屌你擺個梁振英、林鄭月娥、李家超，講客㗎呢啲係。喂，屌你，我真係唔會俾你動到喎。係咯，係咪？你擺個我想投資我都走啦。你擺個湯文亮啊，或者係沈大師，我都可能會賴賴地嘅。喂，呢幾個我真係唔會喎，我一定唔中喎。OK， 好啦，咁其他啲係咩咧？譬如。要 YouTube 移除五部關於The Hong Kong 假的紀錄片啦，關於袁榮光的短片啦，或者一啲唱袁榮光，或者係一啲係就 making off Google 就睬你死婆啦。嗯，喂，咁你就睇到嗰個咩嘅啦？喂，其實我覺得咁撚樣咯，咁撚串唔撚俾人用 Google 咪得咯？嗯，係嘛？冇話唔得㗎。Facebook 唔俾用咯，係咯，咁撚串啊！小紅書又唔得，小紅書代唔到 Facebook 嘅。都 OK 嘅，其實有微博我慢慢啦。抖音嗱，而家你好笑啊！喂，我係沈雲龍咩？喂，我真係雲龍卷啊！甩水，首先甩水先。係啊。OK。去中東匿撚埋，唔好撚咁多嘢講。喂，嗱，你同阿嗰個乜鬼嘢咧，麥爾瑞嗰啲恩恩怨怨咧，我哋就真係唔撚 care 嘅。但係你琴日講，你琴日啊，佢話：屌你老尾，因為啊。我啊，點解咁慾緊啊？因為我聽見新加坡去 approach 阿里王子，我真係想為香港做嘢啊！所以我先去啊，所以我先咁撚緊張啊！跟住當然就順帶回應埋阿麥爾瑞話，佢想搶即係喺個開幕式嗰度俾 speech 嗰樣嘢啦。佢話：喂，我作為我介紹乜乜乜乜乜乜，嗱嗰啲你私人恩怨我唔講，而家先講你話收到風新加坡。新加坡咧，嗱，香港01就屎忽鬼嘅。香港01啊，你咁講啊，你因為你早前向沈雲龍啊，向香港01透露，得悉杜拜皇室內部近日收到嚟自新加坡政府嘅邀請，希望佢哋去新加坡開呢一個家族辦公室，邀請阿里王子去新加坡同該國嘅高層官員會面。啊，沈雲龍話，新加坡政府仲特派專員去跟進呢個事件啊，而佢。為了真係想為香港做嘢，我一毫子未有得益過，你係未有得益過 ，OK？ 咁老實講啊，封起個名
我唔知道你個棚係點樣啦，都可以揾到好多着數噶。出咗名，呢個世界上啲人喺中東生意揾你，你係啊，同埋覺得你係點都有，唔好話一定係中東生意啊！哇，屌你嗰啲又同中東王子又識得，話又同啲官員啊，又有一影相又剩，你自己又俾咁巴閉，又有錢轉，又仲要係啊邊個同由劏房王子變成中東王子，仲要屈命言辭啊！佢樣有型啊！好啦。咁如果有屈永賢去寫，咁你大概可以估到阿沈生咧，呢位沈生咧嗰條線路個網路喺邊度啦？好啦，記者唔好使講咁多嘢啦，咪同阿里王子家族辦公室度查詢咯。該辦公室迅速回覆香港01話，消息不符合事實，not true， 屬於嚴重錯誤嘅信息，serious misinformation， 要求。香港01就相關報導即時作出澄清。No, not true。你講乜撚？我屌你咪醜撚到，真係我撚到，屌你老母閪！你唔撚識講啦，阿沈生。佢諗住求其作個大話，大話出嚟，啲人唔會 fact check 㗎。屌你老母，問一句啊嘛，又唔係好撚難喎，最慘 fact check 又唔使屌你老母閪。屌你揾個龍婆啊乜撚嘢？問咪請個人上嚟打個電話，打個 email 搞掂咯喎。咁你算好今次。如果人哋問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政府回覆話冇咧，好啦，未有啊，仲有啊，好啦，對於呢個阿里王子辦公室係咪下個月嚟港設立家族嘅辦公室啊？係咪 is this project 啊 keep going？ 冇回應。喂，嗱呢一下就冇啦。嗱呢一個咧就唔係淨係阿沈文龍咗啦，阿麥爾瑞都咗嘅。但係你睇嗰個咗之中咧出嚟撈嘢咧，人哋麥爾瑞冇你咁蠢啊，你咧就拗撚實咗。而家麥爾瑞咧，其實佢已經有個台階噶啦，有個台階就係屌你老母，沈文龍搞我咗，沈文龍搞我啊嘛，好撚地地噶，本來啊，你但係你咧咁撚蠢，屌你老母，你死撚咗，所以我真係堅決唔覺得你搭雞棚啊，冇咁撚蠢嘅老千嘅，你哋唔好侮辱老千，係嘛？好啦，記者再向新加坡總理辦公室查詢，但係等待數日，仍然未見回覆喎，嗱。佢人嗱，作為一個政府嘅辦公室咧，就冇咁傲慢嘅。咁但係咧，而家點解會有咁嘅態度咧？第一，屌你香港，即係會唔會多多少少有啲咁嘅嘢啦？香港算係乜嘢啊？你香港嘅一份媒體啫嘛。又或者呢個問題太兩個賓州，又或者呢個問題都可能會令到有啲人尷尬嘅喎，唔想燙呢啲混水啊。亦都冇需要同你交代，有咪有，冇咪冇咯，即係咁著啊嚇。好啦。至於話新加坡政府派專員揾阿王子見面，嗱記者又再問揾翻，即係阿里揾王子辦公室啊，否認冇揾過我哋。咁點解突然嚟講咧？咁之前我都講過曬啦，係嘛？咁阿里王子嘅行蹤啊，我哋又講過啦。咁啊，上次出現一個大型嘅 rap fee， 即係嘅event。開幕俾 speech， 亦都有3000人嘅。咁但係唔知啊，就算佢係王子，真係王子，真係有實力，去到而家，屌到我哋錢又未收一毫子，香港。但係咧，包括沈運龍，包括麥爾瑞，包括我哋特區政府，都攞諗到咁樣啦，我真係覺得好啦，好笑啊！屌你咁撚賓州人都有嘅，好休息一陣。